感觉好久没直播了，所以想直播一会儿。下午买的蒸饺还没吃完，煎饺。在我自己房间里，那是不是很暗？嗯，没有变胖，没有，就胖了两三斤，看不太出来。这是我点的外卖。煎饺，谢谢。不是罗森买的，是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中心买的。我去拿个东西。哎呦，太矮，你把它垫起来。能吃，没坏呢，谢谢。凉了没关系，谢谢。跟以前一样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胖叔的小号怎么了？谢谢大家。我这两天公演啊，我都听着他们说，衣服穿不下。感觉看到了以前的自己。我还是穿得下的，我以前穿不下，现在穿得下。我在家吃的就是很清淡，所以也胖不了多少，控制住了。我平时就对胖了两三斤，看不太出来。吃了，我回家吃了很多，我妈每天都煮汤，然后我爸又买，就是买我很喜欢吃的金枪鱼什么的。
谢谢。就买了很多吃的。拍照拍起来很好。谢谢。谢谢，胖叔的小号怎么了？眼睛没事啊，眼睛怎么了？眼睛没事啊，红吗？不红啊，不红啊，别急。哎呦，昨天的发型，昨天的发型，你知道吗？昨天的发型不是昨天，前天的发型。谢谢。前天的发型是这样子的，前天我不是做了一个卷发吗？然后我是跟那个造型师姐姐这样说的，我说我想做一个就是像国外的那样，就是混血儿。就是像国外那些混血儿，不是就是卷，就全头那种卷毛嘛。然后对，就特别可爱的那一种，特别可爱的那种。结果我一上完公演下来，他们说我像不经营。哎，我觉得哈，就是现实生活中看啊，没有那么丑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公演视频截图出来这么丑。我以为我很可爱的，真的，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做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头发就是特别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发量特别多，然后我还特地打薄了，我头发打薄了，没有发现没跟以前那么多了吗？打薄了之后我才有勇气做了这个发型。做完之后啊，我以为自己很可爱，我没想到我是不行。哎呀，看完反图之后我就后悔了，我说哎呦，新年的第一场公演为什么哎呀，哎，对，还炸毛了。对，就是那种就剧场的灯光啊，就是怎么拍都感觉炸毛，就是它的光是从后面打过来的。炸毛了。对，我到后面迫不得已把它扎起来了，我说怎么会看起来这么大。对，我经过一号那次之后，我今天特别乖，我就把头发拉直了。不饿。太萌的那个发型，印象深刻。谢谢。啊，其实每次公演啊，做发型也是一种难题，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发型。哦，对，恋爱脱现实是
3月份上的，但是具体是几号还不知道。对，3月份几号还不知道。马尾，我今天本来也想扎马尾的，但是想了一下说，先放下来，我先销毁一号那个爆炸头的形象，先来一点正常的。啊，哪个平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没说，有可能是腾讯、优酷、腾讯或者优酷吧，有可能是腾讯，我也不知道。几集呀？好像有15集嘛，不知道哎。但是每一集都不是特别的长。你们关注官网、官博，关注官博就可以了。确实冷的不是特别好吃。真的，对，戴了个眼镜，在里面是个学霸。人设是个清流。线头君失踪了。尖角。戴眼镜也挡不住迷人的大眼睛。对，因为外面的火锅味真的特别特别重，我们刚一回来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打开外面大门那一瞬间，整个人不得了，好香，特别香。过年没胖。现在不冷了。腹肌可能吃一会儿就没有了，吃就没有了。收到了好多压岁钱。尖角，其实冷的不太好吃。玩吃鸡呀，但是我最近都好久没有玩了，我都好多天没玩了，我感觉我一两个星期没玩过吃鸡了。腹肌不重要，反正最近都不见面。我借了我那个
情趣网杀给温温。情趣网杀。他叫木瓜丝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上次握手会有个粉丝送的，我昨天把它翻出来了，在那个袋子里面，我就说怎么还漏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拿出来吃了。木瓜，对，我也以为是无花果。还行，还行，挺好吃的。无聊的时候吃，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吃吃。那么我们家，我回家我吃了很多，就是我们家，就是我们家乡，就每一年过年都会做那个年糕饼，年糕饼里面有木瓜馅的呀，还有椰丝啊，还有花生啊，还有芝麻，特别好吃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芝麻，然后还有木瓜的，就这两种馅的最好吃，其他两种我都不怎么吃。有点甜，有点酸，挺好吃的，就打游戏的时候。可以吃一吃，对，开胃。没电了。唱歌，唱什么歌？哎呀，没电了。什么时候不乖？吃都吃饱了，木瓜丝都吃饱了。
我就觉得挺久没直播的，而且正好今天回来的也比较早。今天回来才十点多，快11点。在宿舍呢。想进我们团，来呀！哎呀，零食啊，水果，有时候吃饼干，谢谢。水果、饼干，还有，其实没什么，我就比较喜欢吃水果。谢谢。我有辣条，我那里真的有辣条，但是我没吃，我忍住。进团之前的标准，有是个女的，然后还得年轻，那就身体得好，经得起长期的蹦蹦跳跳，发量得多，行，这没什么了，努力。谢谢。放两点多，真的。体重，体重啊，要想好，就是经常蹦蹦跳跳，就是也不能特别胖，其实他有一点胖也没关系，估计你进来就是蹦蹦跳跳也就瘦了。为什么发量越多？不知道，我真的觉得就是。这里是个神奇的团体，就是进来之后好像大部分的人发量真的越来越少，有诅咒，我也快了。请大家记住我现在的样子，就记住发量多时候的我。其实我以前发量可多了，真的。我以前更多啊，不晒太阳啊，但不晒太阳，真的吗？那每天，那以后得去晒晒太阳。我如果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啊，我就会在房间里面不动。就是如果要去看电影啊，就出去跟思思他们去看一个电影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等太阳下山之后再去，一般都是晚上去看电影，所以不怎么见得到太阳。
晒太阳补钙，书上说啊，就是我有一次，我以前看到的一个什么百度百科还是什么，就是下午4点以后的太阳就是才是补钙的，就4点以前啊，比如说大中午啊那些，就是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，其实就不太好。上面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具体也不太清楚。傍晚时候的太阳。虽然他是那么说，说4点以后的太阳可以补钙，但是我一般都是等太阳下山之后再出门，就等天黑了之后再出门。谁答应你要唱歌啦？我啥时候答应你呀？我刚刚没说要唱歌啊。当然跟自身的条件也有关系啊，晒太阳能不能长高？万一年龄到了，你再怎么晒太阳啊，那也不能长高的。可能小的时候可以多晒晒太阳。被晒黑了。其实在这里整天不出门啊，真的可以闷得很白，闷白了。多跳几场公演就瘦了。我现在可控制自己的就是体重了。第一次赶上我的直播，遗传也有一点，就是我爸妈都很白。没有人洗澡，就是洗手台，底下的那个什么水的声音。虚伪的腹肌，今天我上场之前啊，我都觉得裤子比昨天紧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没有腹肌，靠缘分，腹肌得靠缘分。
吃多了，我也觉得吃多了。谢谢。一切随缘。画腹肌老难了，还得打什么阴影、高光，还得打出个形状，可难了，我觉得。一大块腹肌，这么大，这个是腹肌，只有一块腹肌，那就是这。怎么可能，我没有那个闲情画腹肌，化妆都懒得化，还画腹肌。我觉得可能是那天的光比较好，打得比较好，若隐若现的。能画得出腹肌也是厉害。我一个人住啊，对，一个人。黑屏。有啊。我这边信号特别好，1200的 K， 1200K 呢。我电影，我电影没有看完。我过年回家，我懒得出门，我就只看了一个电影，只看了一场电影，叫什么来着？《捉妖记》啊，我粤语说的不好，我就看了一个《捉妖记》，然后我回来这里，昨天跟大可去看了那个。思思说很好看，我就跟大可去看了那个什么《红海行动》，好看。对，《红海》好看。我就看了这两部，我其他的我都没看。而且我在家，我的天啊，我爸妈特别搞笑，他每一天都叫我出门，他说你要不要出门？呼吸新鲜空气，晒晒太阳。然后我说我不，我在老家的时候，我整天我就在我的床上躺着睡觉，不然我就拿着 iPad 看看电影啊，电视剧什么的，然后打打游戏。我爸特别搞笑，他为了让我下床，他说关慧，你来帮我拿个东西呗。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想骗我，他说你要不要去外面的那个什么院子里面走一走，走两圈。我说我不。我爸特就想尽一切办法，他还说出来帮我拿个东西，简直是骗我，就是不想出门，懒，然后，然后我哥跟他女朋友去看电影，他们说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，我说不去，你们两个去吧，然后他们两个硬要我去，我说我真的不去，你们两个去吧。特别搞笑，然后我
我哥跟他女朋友看完电影了，然后我爸特别搞笑，他说哎，我们两个去找他们两个呗。然后我爸想让我出门嘛，他就说我们两个去找他们两个呗。我说人家两个在吃饭呢，你和我去干嘛呀？他说哦，好吧。反正我爸就想了很多办法让我出门，但是我都没去，我懒得出门。亲哥，对亲哥，挺疼的吧。少吃点就瘦了。然后我不是跟我朋友去看了那个电影嘛，就是我们以前邻居家，就是住在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那个隔壁的那个小妹妹，95年的，然后她好几年了才回来一次，就是回来一次，然后就跟她一起去看了电影。我爸说我听到我去看电影，他老开心了，说哦去看电影了，啊去吧，老开心了。把床卖了。哎呀，我过年没打麻将。压岁钱啊，我压岁钱，我收了挺多压岁钱的。收了，我也没具体数过。没有打麻将，但是打那个豆打那个就是斗地主，不叫斗地主，是我们家那边的一种玩法。你知道谁吗？就我哥的女朋友，还有我妈，还有我爸。六个人打，赌钱。斗牛，哎，好像是叫斗牛吧，我不记得了。我都是1块钱1块钱。我本来赢了100多块钱了，我1块钱1块钱的赌，我赢了100多块钱。你知道多艰难吗？但是我爸他赌钱啊，特别的大手大脚，本来是10块钱20块钱，到后来30块钱50块钱100块钱，他赌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我当他的后台，就是因为我赢的钱比较多。他然后我哥就问他说，你还有钱吗？没有钱就不能多收。他就说我是他的后台，我就说行吧，就当你一次后台。结果他输了之后，把我赢的100块钱也还给了人家，就是又我哥是专家，然后把我赢的100块钱，我1块钱1块钱赢的100块钱，被我爸一次全输了，然后我就绝望了。下次赌的时候，他说还有谁想当他的后台？没有后台。
不能轻易当别人的后台，他输了我得帮他赔。我妈赌钱特别搞笑，我真被她笑笑疯了。我爸说你妈妈是我的后台，我妈说不可能，不认识这个人，不可能。我妈特别搞笑，这个人跟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没有经验，被老爸坑了。像我妈那种，肯定就是有经验的。11:40啦，我要关直播啦。过年没有什么趣事，过年都没出门，但是去了一次海边，跟我哥还有我哥的女朋友出去的，被他们两个硬拉出去的。拜拜，早点睡，拜拜，拜拜，你们。